好，来吧，开始了。オルホスの夢啊，はじめから。啊，好像有各种东西在里面啊，这里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空空的。嗯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脏啊，有好多东西在里面。いろいろもので入っている。啊，中にはゴミ啊，ものがたくさんに入っている啊，里面是垃圾。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，好吧？有开个洞。またここに待啊，还要再待在这边啊，读日记吧。用啊，使いたが啊，言葉があるの，有个想要说的话。でも私はそれはすることできない，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。だから，所以说，擦月擦日。普段は誰も来ない啊，平常不会有人来啊。我们的房子来了一个少年。嗯，啊、这应该女主角吧，还蛮可爱的。嗯，誰是谁？ここから出ていて，滚出去！看起来是男主角啊，一脸卖萌小屁孩。どうして？为什么？どうしても没有为什么。僕は夢を叶えたに来たんだ。我是为了来实现梦想的。台湾県に行かない。我才不会回去呢。君は你呢？君はここで何をしているの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お父様に言われてなったの？啊，爸爸说了，啊，这里不准人进来。でも僕は行くよ。但我要去。啊？这两个在进什么？没有对话交集。一个人不让人家进来啦，一个不让人家进，一个硬要进，你怎么这样子？现在确实要往里面前进，哦，好吧，我是往房子里面，不是往那个女主角的，我是说，好，随便，好吧，开门。啊啊，那里面不是这边哦，所以原来是来抓宝可梦的，打不开，原来是进房子抓宝可梦，原来他们家是道馆。どうしてそこまでするの？你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呢？僕は夢を叶えたい，我是来实现梦的。そのためには，正为了这个，我必须得向这个房子的深处前进不可。どうしても，无论如何吗？どうしても，无论如何。どうしても行くで言うなら，既然你说无论如何都要去的话，ついて行く，跟我来吧。どうして？为什么？啊，为了啊，不违背啊，不违反爸爸的梦，所以我要监视你。そうか。僕の名前は You。君は？啊，カナイ啊，カナイ不是ハイ，哎呦，看记念错了。カナイ ，OK。我的名字叫做 You。你是？私はオホロス，我叫オホロス，オロホス。啊，欧罗荷斯。これが少年との出会いだった，这就是跟他少年 的相会、哦、相会了。我来帮你开门吧。诶，门已经开了。诶，什么时候开的？伊玛，现在。为什么这两个人对话那么没有交集啊？这女主角看起来智商也不是很高的样子。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国家的历史、周边的植物还有动物，各式各样的书。嗯，这里怎么不适合放书架吧？是吗？我怎么刚看到一堆黑色怪物在走来走去？有纸片掉在这里。啊，我没有找到。好，说没有找到我的小孩。如果有看到的话，请跟。继续告诉妈妈吧。这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来到这个奇怪的鬼屋里面要实现梦想？是什么东西？有个笔记，镜子知道钥匙啊！仔细一看，镜子画了钥匙的图。镜子知道钥匙啊！我大概明白了。笑什么笑？
镜子知道钥匙什么意思？应该跟另外一边有关吧？客房。仔细看镜子上写着18，好，如果倒过来就是81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记一下，可能是81不是18。啊，刚右边是有个小罗哦，我刚才有听到声音，没有看到人。那应该是81才对。这里有门吗？看不到有门的样子啊。哎，我的进展会不会太快了啊？ Nico 的猫，卡哇伊呢，真可爱。You， おほろすもなでてみなよ啊，おほろす，你也来，おろほす，你来摸摸看吧。嗯。Konoko， 哎，这个孩子啊，一直在舔你的手，哎，好，我可以跟那只猫交换一下吗？我也想舔，我是说舔个面包。おほろほす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たのかな？他是不是喜欢你呢？嗯，啊，これってもしかして，这该不会是钥匙？嗯，これもらうね，那我拿走喽。喵，为什么我觉得这故事的进展快到不行啊？我完全还搞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！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像小屁孩的人，莫名其妙进了家子，然后找到了一个大姐姐，然后找到了一个大姐姐之后，然后莫名其妙找到一个猫，那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进来要干什么，说要实现梦想，实现个毛！写了一个报告一的书啊，因为某个请托，我在这个岛开始了实验啊，一开始啊好像很顺利啊，老鼠还有什么东西。啊，老鼠变得像狗一样大，这个果就是给它贵果实之类，这个东西是成功的。然后我开始做身体实验，啊，所以他把老鼠喂得跟狗一样大。好，那不是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吗？红酒，是这个实验岛吗？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正好刚好吃可以刚好到齐的食材，得到了铃铛。我靠，这游戏的，好，这游戏的 tempo 真的超快的，绝对不能吃的苹果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好脏，对吧？去右边看一下好了。啊，这堆黑黑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出现？注意啊！前面读看不懂，前面读不出来。要进去吗？我觉得进去会死欸。不过我们只要高超走位就不会有事了。来，进去。今でも危険だだけだよ。现在进去很危险哦。それでも行くの？那你还要去吗？海鲁进去啊，当然要进去的、啊。不入。你的梦死亡了。啊？好，死，不去就不去。资料室。氧气。氧气在常温常压，无色无味啊，有助燃性啊。氧气是生物必须的，那如果一定缺少一定程度以上，叫做缺氧状态。然后同时也是有害的，60% 以上的高浓度的氧气吸上12小时就会死亡。谢谢啊。那什么地方会发生缺氧呢？比如说炭可，忘记是什么了，炭可是什么啊？井啊，洞窟啊，炭可好像是我忘了，他说是地下室吗？在二氧化碳的，因为空气比较重，所以二氧化碳还有它就会在气体中往下沉，所以那边的那个空气就会氧气会比较少。Manhole 啊，好像是什么桶子还是什么 Manhole 还是地下管道之类啊，就有很多耗氧性、耗气性的微生物，
也会消费那些氧气，很危险。还有蔬菜、谷物跟木材的储藏库，还有暗室啊，因为植物它们会进行光合作用啊，所以比起呼吸，它们消费的氧气更多。还有金属仓库啊，也容易发生消耗氧气、缺氧。OK， 好、哦，储藏草啊，对，储藏草有个纸片。殺してやろう、殺してやろう、杀了吧，杀了吧，俺たち殺しあいつら、殺してやろう啊，杀了我们也杀了他们。那个家伙，应该是杀了我们的那个，杀了我们的那个家伙，杀了他吧，类似这样。对，缺氧症状啊，氧气浓度16%啊，呼吸加速，头痛恶心12%，气力低下啊，可以卡的包什么头晕目眩吧。氧气浓度10%，颜面苍白，意识不明，呕吐8%，昏睡6%，心肺功能停止。啊，缺氧状态会怎么样呢？啊，依照个人差啊，就是室内来讲，出去外面的氧气大概是16%，空气里面大概是21%的氧气，就是跟它做交换这样子。对，那如果你吸了大概10%氧气浓度的空气的话，啊，会有6%的氧气被夺走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去吸了那些低氧浓度的空气的话，会造成你的脑部的那些损伤之类的，这样子。对，低氧气浓度的地点啊，低氧气的空气虽然不致死，但是短时间会让你意识低下啊，运动能力低下，所以要小心，发生了就逃不了。对，还是科普游戏。物质的高速吸引，哦，不是物质的直接吸引，好，就是讲真空现象啦，空气中的一些什么阿鲁贡什么黑硫那种什么会接无毒瓦斯，就是切小氧气之类的 ，value 什么 helium 哦，氦气啦，氦气，对，氦气就是可以让改变声音，很有名。Party 上面用的气球也会灌这些，但是如果太纯度太高也会死。空气有各种物质，靠，反正在我们这种科学小王子面前。我怎么可能需要这种资讯呢？储物间打不开，那就上那边的二楼吧。原来是欧鲁荷斯的小教室啊！我还以为是欧鲁荷斯之梦呢。白色的花。啊，得到了白色的花，一朵花，纸片，啊，越来越衰弱了。这个孩子跟我都是，好痛苦，请帮助我们。啊，被负面感情的哀伤之人呐，在那其中只有一个人，希望你们别忘了希望，不要忘记希望的人，把这个一朵花。什么意思？好吧，不知道。啊，四叶草的花语是幸运、约束跟复仇。塔瓦不知道什么花的是智慧，他所喜欢的一切，至死为止。Kuroyuri 哦，黑百合是恋跟诅咒。哎，这两个会不会差太远了？又恋又诅咒的，你们可以选一个吗？啊，达利亚忘记什么了。然后是什么？华丽、悠扬、威严跟背叛。第一个是移情别恋吗？我有点忘了。阿萨米的花语是独立、严格、别碰、满足、复仇。怎么那么多跟都复仇有关呢？玛丽·戈鲁斗什么玛丽黄金的花语是嫉妒、绝望跟悲伤。奥鲁奇的花语是欺骗跟虚假。Snow Drop 的花语是希望你去死。是我怎么会有的花语是希望你去死呢？我这。好了，我要记一下这道什么花，下次买来送人好了。No drop 什么降雪哦。卡贝拉的花语是前进啊，前进也要带着希望啊，虽然很痛苦。啊，内莫奈的花叫做生病啊，非常嫉妒，消失的希望。那、啊、你们这些花语可不可以有正常一点？你们这花语每个都那么负面，你这样对吗？我都不敢去花店了，气死我。この時計止まってるね。这个时钟停了呢，嗯，必要ないから，因为不需要啦。
困ったりしないの？啊，不会很麻烦吗？嗯。哎，这是家人的话吗？嗯，家族，家人。オロホス，你家有几个人呢？有爸爸跟姐姐两个，四个人的家族。哦，有爸爸跟两个姐姐，所以是四个人。哎，有姐姐啊！靠，这人根本是姐控吧？你不要听到人家姐姐这么开心好不好？どんな人なの？你姐姐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嗯，我平常啊很少见到爸爸跟姐姐他们。所以我不是很清楚。嗯，这样啊，这小孩子解控有前途，打不开。阿雷，这里的门从这边打不开吗？嗯，这个里面一般人是进不去的，有爸爸在，所以说要去里面要从另外一边才能走。里面有什么呢？咩？オロホス，オロホス啊。オロホス的爸爸就在这个里面是吗？哦，雪花莲灵花水仙啊，所以以后大家记得啊，如果你看谁不爽，去寄他个200朵雪花莲给他。嗯，ユイはお父様に会いたいの。ユ啊，这个ユ，ユ你想去看爸爸吗？嗯，夢を叶えるために，为了实现梦，大概非得见你爸爸不可吧？嗯，爸爸在房子的深处。虽然他总是关着门就是了。如果能见到爸爸的话，到深处是需要钥匙的。嗯，谢谢你告诉我，オロホス。我们还要找钥匙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。哎，不对啊。啊，从中间开始，哦，顺着中央，从女神开始的地方，料理，啊，什么东西？学校的七不可思议，一石二鸟，Gonkitsune，Tamaneki，哦，就是那个我们去切洋葱，红酒，从女神开始，女神之像，暖炉，好，这不要什么，要解谜吧？啊，纸报那个报告二写着，最初啊选了不知道几个的实验体啊，选了一对亲子，大人跟小孩同时进行实验。哎呀，啊，因为我没有什么亲人啊，所以那些研究啊，那些亲子对我来说是遥远的存在。所以他是说从中央的女神开始啊，不是吗？学校的七不可思议，キズネド。Tanuki 哦，狐狸跟狸猫的故事。他画面吗？从中央的女神开始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没事没事，酒瓶破了。地毯式搜索。好吧，公扎小，豪华的床，气死我！女神开始的地方有啊，妹子在队伍啊，所以白花是这游戏的道具要自己用吗？应该是不用吧。あなたの死ぬ望みます。对啊，没错啊，你看他的花语啊，あなたの死、あなたの死を望みます。我希望你的死啊。
对啊，他是这样讲的啊。那不然你们查的是什么？他是这样写的啊。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好了。难道要穿过刚刚那个？他是说从中央的女神像开始。始まりの場所。我怎么跟那边的啊？啊，有啊，对啊，你看啊，有写啊，没错啊。他说，如果还有啊，你明第三句就写啦、啊。如果把它当作送人的东西，就代表希望你去死，没错啊，意义就变啦、啊。所以你要去注意，有啊，你自己贴的不就有写了？对啊，有写啊，他那个 L 2有贴的有写啊。花语是希望、安慰跟那个就是逆境中的希望，还有初恋的叹息。然后，但是如果你拿来当送人，就是希望人家去死的意思啊。虽然我觉得还蛮怪的。好吧，我不太懂这要干嘛，先出去好，这边还不知道干嘛。他刚刚捡到铃铛，给他了，哦，给他铃铛。嗯，これくれるの？ありがとう。你给我这个吗？谢谢。得到了绷带，得到了绷带哦。哦，绷带在这之后可能有人受伤，可以去解开结局的吧。要去另外一边吗？女神开始的地方。所以我要进去闪过他们，是不是？刚刚我是直接进去，不然就碰到了。我是要等他远一点的时候我开始闪。啊，你看嘛，就用技术闪过就好啦。那不能怪我好吗？他就堵在门口前面，你要我们怎么办？女神，女神就那两个地方吧，女神像就那两个地方，我现在要怎么解？这里有个钥匙孔，看这边啊。跟随着中央，这句我看不懂。这边要解，这边应该有个什么解谜吧？顺着中央，然后从女神开始的场所表现。嗯，先看哈基玛丽诺巴秀。哎，卡他妈真的是我这个。好了，要 A 墙 B，A 墙 B 好。都想哦，怎么了？嗯，このお守り。啊，这个护身符有好怀念的感觉呢。嗯，你们房子养狗吗？今はいないよ，现在没有哦。看、啊，所以我 A 班就会拿那个护身符。看、啊，可是我还是不懂什么意思啊。最强臂。他也不是。
算了，我不想理解了。反正应该是解出来之后，什么中央的墙壁之类啦，把那边的话可能连一连之类，会变中央的墙壁之类啦，随便的啦。嗯，どうしたの？怎么了？何が来る？什么东西来了？东西墙壁了。哦，干，有狗，真的有狗。那、啊、猫呢？猫呢 ？You， 哈西德，跑！哎呀！好，呵呵，狗狗，哈哈，狗被奔住了，笨狗，呵呵呵，笨狗，汪汪，蠢狗，喜憨儿，しつかにな打，好像变安静了呢。You 大丈夫，没事吗？嗯，大丈夫だよ，没事。你呢？嗯，你们对话可以有点深度吗？你有事吗？没有。你呢？嗯，没有。嗯嗯，どうしたの？怎么了？犬ができた部屋で，刚刚出狗的那个房间，不是有猫吗？嗯，有啊。他有没有事啊？猫咪。わかった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右にしたの八，右边的书中间的正中间的字串起来。右にし，西塔是下啦，没错啦。右に是什么意思啊？下の seven。我去看一下狗吧。对，照你们叫什么米基尼啊？米基尼右下七的七。哦，所以是说你从女神像开始往右往下走七步。哦，好啦，可以接受啊。猫猫，新的一路死了。我不是给他铃铛了吗？之后给他做个坟墓吧。嗯，可是明明身上没有被咬的痕迹啊，怎么了吗？どうして？为什么？オルホス？手なんか見つねて、どうしたの？你干嘛一直看着手啊？嗯，なんでもない，没事。难道不能给他铃铛吗？怪我咯，我只要铃铛他走路起来会亮亮叫得很可爱啊。现在只能走这边。哎，铃铛的声音有了。哎，可是为什么会有铃铛的声音呢？猫咪显灵了，用跑的就行了吧？为什么你要做到这种程度呢？有没有谈没打药？为了实现梦，有没梦吗？